多謝曬咁多位嘅觀眾投票支持呢一套非常之有意義，亦都係香港電影類型入邊比較罕見以記者同埋真實事件做一個題材嘅電影化日之下。多謝大家嘅支持，咁啊相信大家睇完之後，亦都有好多嘅感受，或者有啲問題咧，就想同我哋台前幕後去問下同埋傾下，或者分享下你自己嘅見解嘅。咁啊呢個時候咧，就掌聲邀請我哋嘅導演及編劇簡君俊阿簡。 仲有我哋獲得今屆金馬獎提名女主角嘅張怡凡，歡迎。係啦，另外佢兩個嘅記者拍檔啊，阿炳良俊行同埋許月雙雙雙，跟住仲有兩位編劇 Alex 曹卓平同埋李卓峰，誒仲有當然 Rachel 梁卿，都係我哋今屆金馬獎嘅最佳女配角提名嘅。好啦，不如等下揀佢講一講感受先啦。係啦，嚟到上映嘅。 第三日啦，係啦，今日係上映第三日，跟住好多時候啲以前啲導演、新導演朋友話：哎呀，上一啲房仔去拜圖，走個 weekend 好緊要，如果唔係就會出場啊。今日喺高斯戲院見到 almost full house， 所以呢個畫面係震撼到我。多謝你哋，多謝支持大家。跟住大家分享下感受。 好多謝你哋每一位，呢場係10點鐘嘅早場，但係都大家坐滿曬人。導演同埋編劇們，佢哋用咗5年時間先，終於可以拍到呢部電影。係因為可能有好多投資者都會認為啊，呢個題材冇人睇㗎啦。但係我相信香港嘅觀眾係好有質素嘅，就正如係你哋每一位。咁所以希望你哋睇完之後，如果有感覺、有感受嘅話，分享俾身邊嘅朋友，叫佢哋都一齊入戲院睇。 我相信香港觀眾唔係淨係想睇一啲入場又娛樂性、開開心心笑完就算嘅電影，都會想睇一啲關於我哋社會問題嘅電影嘅。多謝你哋。
多謝大家星期六朝頭早都好舒適，瞓晏啲誒入戲院睇戲啦。多謝大家，希望大家會中意。如果大家中意嘅話咧，就可以 share 俾身邊嘅朋友。頭先阿簡話誒收張票房好重要咁樣，但呢個係真嘅。所以咧，希望大家真係可以多多向外宣傳呢一部電影。早晨啊，大家，好多謝大家咁早都過嚟戲院睇戲啦，見到差唔多 full house 都係留下啲震驚，真係好多謝大家。希望大家睇完之後中意呢套電影，跟住 share 俾多啲身邊朋友睇啦，多謝。好希望白日之下呢套電影能夠俾到一啲力量你哋，就係、是、無論喺咁殘酷嘅現實生活都好，我哋總要去尋找善良同埋光明嘅。呢五年間，我哋經歷咗好多唔同嘅嘢，咁我哋都曾經有好多困難、好多嘅問題啦，喺呢套電影嘅開拍上邊。咁但係我覺得其中一樣不變嘅就係我哋唔相信電影嘅力量。同埋都係見到咁多，我喺呢幾日見到好多唔同嘅觀眾，你哋嘅感覺，你哋同我哋嘅交流，令我哋更加堅定去選擇公義同善良。多謝大家，多謝大家今日支持我哋白日之下，咁亦都好多謝咁多位好嘅演員將我哋劇本去完，好好咁樣去呈現俾大家睇。咁呢五年有好多嘢我哋失去咗，咁而我哋將我哋入面嘅好多心情啊情緒都擺咗落去劇本度，希望你哋亦都感受到我哋嘅真誠。多謝曬。多謝大家咁早嚟支持啦！唔知道大家睇完之後有冇啲咩問題，好想問我哋台前幕後咧，又或者有冇啲嘅感覺係好想透過呢個機會可以話到俾佢聽，亦都可以同我哋去分享一下嘅。好，或者可能你哋仲消化緊啦，不如等下簡單講一講啦。入邊有咁多個唔同嘅場合入邊啦，咁啊最深刻嘅或者最難忘嘅場合係邊一個咧？其實或者大家記得咧，喺2015、2016年間喺呢啲嘅事件啦，即係茶水院社、安老院社係好轟動香港。但係原來事過境遷之後咧，我哋好容易就會忘記咗。其實我哋成日我講好多次就係我哋做嘢其實好渺小，如果對比起一班新聞工作者、一班前線嘅社工、一班曾經有好多人係願意為社福界或者為個好多唔同嘅人去發聲又好，做好多貢獻其實他們仍然是緊守在他們自己崗位的，所以去到最後有一場雨中有一場John Gore姜大為先的通白，他跟曉琪先的角色說了一句，不要為了做一件對的事內疚，這句說話是除了給我們自己反省，但也是一句說話我想送給大家，希望你們收到他的說話。亦都恭喜 Jennifer 透過拜之下可以得到今屆金馬獎嘅提名，都希望即係月底嘅頒獎咧，你可以順利得獎啦。咁而喺戲入邊，你同John Gore 即係元祖姜 B 有好多唔同嘅合作同埋對手戲啦。同John Gore嗰個嘅喺可能對戲或者演嘅上面嘅感受係點樣咧？John Gore 絕對係一個好好嘅前輩啦，因為佢都會驚我哋會唔會覺得佢好有大俠嘅風範啊，我哋好有氣勢，我哋會唔夠膽同佢傾偈啊？咁佢係主動行過嚟同我哋成班新一代嘅演員傾偈，即係我哋食飯佢坐過嚟同我哋傾偈。咁好快我哋就真係打成一片，令到我同佢喺戲入面嘅關係都好自然就可以流露到出嚟。咁所以好多朋友都中意，係咪已經係有？可以，因為比較細膽神早未消化到，但係即係專登入嚟真係支持大家咯。咁好想同導演，好想同所有嘅演員講一聲。即係坐喺度，坐喺正中間睇，好多感受，即係仲消化緊，但係想，因為喺你面前，真係想親口同你講聲多謝。導演，你諗到呢個題材，我坐喺度，我真係收到你講嗰一句，我會記住喺個心裏面，即係啱嘅事要堅持。其實我講我都想喊，因為我覺得呢幾年實在發生好多嘢，一路睇我內心好多社會嘅嘢浮現出嚟。Rachel 你做得好好 ，Jennifer 你做得好好，即係多謝你兩位女演員。即係覺得女士都可以很大的力量感染到很多人，因為我收到很多咧在場很多眼淚啊，即係 feel 到整個戲院嗰個感受咯。真的要選擇公義同善良，我好收到呢套戲，同埋好多謝原來是五年時間做了一套咁嘅戲，你哋嗰種堅持，我覺得
我作為一個香港人，我都要繼續在這裡要堅持去實學你們，因為我覺得你們的勇氣比我們做觀眾更大。我不知道我不懂說什麼，但我想你們收到我想說的。好，多謝大家。都可以同佢做傾偈啦，係啦，亦都恭喜你啦，係透過《爸之下》就入圍咗今屆金馬獎嘅最佳女配角啦。咁其實喺演呢個角色嘅時候，亦都係好非常之沉重，亦都大家觀眾亦都會感受得到嘅。咁其實喺投呢個角色或者準備呢個角色嘅時候，係咪都真係係好辛苦咧？係啦，同導演之間嘅溝通係點樣樣咧？其實唔可以話係辛苦，因為其實喺我哋即係我同導演啊、編劇或者其他演員去溝通嗰陣。我哋處理院舍角色入邊，並唔係話要標籤佢係一個點樣嘅有啲咩智障嘅人士啊、自閉症啊，唔係咁樣樣，而係啊，終歸到底，我哋都係講翻一個人。其實智障人士同我哋都一樣能夠感受喜怒哀樂，甚至話痛苦。咁究竟我哋要探討嗰樣嘢就係、是、啊，佢哋係有呢個感受，但係佢哋喺呢個 limitation 底下，佢哋點樣抒發自己的情感呢？所以其實喺即係我去處理呢個角色嘅陣，其實喺悲劇未發生之前，小玲一直都係好開心咁喺個院舍度生活。佢唔知道自己係生活喺一個煉獄入邊，直至到悲劇發生之後，佢有呢個創傷。咁所以我要處理嘅功課就係我喺呢個限制底下點樣去呈現佢嘅痛苦俾觀眾感受到。但係同時間，我作為一個演員，我喺即係飾演白日之喺呢個過程裏邊。亦都理解到就係、是，我只不過係處理緊戲劇入面嘅角色，雖然呢個係真實事件，但係，我冇辦法可以做到同真實嘅受害者感同身受，我亦都對佢哋所面對嘅處境，亦都無能為力。之後好希望《白日之下》呢套電影能夠走到更遠，唔知道除咗可以，即係同觀眾有 connection 之外，可唔可以喺社會度能夠做到個討論、反思，甚至去迴響，就係、是。其實我哋係喺香港嘅制度下，係唔可以做得更加多嘅事情，去保障一啲生活喺黑暗之下嘅人咧？咁樣。好，咁喺呢個時候，我就邀請我哋嘅同學同我哋嘅觀眾咧一齊合照一張啦。